不水友，真的，游戏理解太差，点名批评一下。这个时候我的彗星用处就来了，兄弟们，就相当于这一波我打出了一个电刑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就这一波操作，特别是打囚女这种英雄，焦灼伤害，我不打了，算了，我打吧，炸他一手，不要，好，你看到没有，我 W 从来没有中过两个 W， 但是他的血量你看到没有，看到他的血没有？对圈，瞎子是什么造型？抓人也不带，这抓人也不带这么抓的呀。这一波没打中，你看我两段 W 没有中，但是他的血就相当于中了个电血，你听懂什么意思吗？位移一下，抓他一手，可以好活。怎么说？好活，可以。不要，这个人有点烦，囚女这英雄是最烦的。四打二，英雄联盟里面没有比囚女更烦的英雄，这一波感觉不用去。AQA，W， 死了，不用追了。可以，三级单杀送给你，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哎，来了，彗星。可以，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来，挂。目测，不要，我没拦，操，兄弟们，我拦没了。嘿嘿，哎 ，Oh baby， 这一波肯定会有水友会说电刑。如果是电刑他死了，但是如果这一波用前杀这个电刑用了，电刑在 CD 呢，对吧？一样的，来个什么呢？提亚马特，打一波一枪，来，这把很顺，所以说我们回家直接可以出个铁刺兵，很顺。好，他们活，看一下伤害配比，30:221，前期的伤害，你说电刑高？还是彗星加焦灼的伤害高，兄弟们，你们细细的品一品，咱就不说，啊，这套符文天赋以及打法毫无意义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就是看直播的好处，让很多水友少走弯路了，就平时在打游戏，对吧？第一次玩，有些水友第一次玩难道，哎呦，主播我挺喜欢这英雄的，但不知道怎么玩，没事，没关系，点个关注，教你玩，偷个鸡，来，老规矩，不用炸，下路不用抓，偷鸡，你看，照样可以偷。有的时候主播这是带错符文天赋了吗？错，符文天赋没有带错，一般的人理解不了这个符文天赋，好吧？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要怎么带怎么带，好吧？那你就错了，你的思维已经，你的格局小了，好吧？格局低了。我这一套符文天赋没有浪费任何一个，当然有些英雄还是要带电刑的，没办法。有些英雄还是要带的啊，咱不能说彗星很强，彗星打一些 AP 英雄可以出，打一些近战的话，比如说打这个刀妹，那你就不能带彗星了，打刀妹啊，这种你就不能带了。我要打亚索都可以带，因为打亚索可以用焦灼耗他的护盾，彗星耗他的护盾，懂吗？先推了，看到没有，很舒服，直接推线，不用管。好 ，CD 前期 CD 稍微有点慢，那接下来我们没事干了呀，下路抓不了，上路可以抓。这个时候下路抓不了，因为下路两个满血，有大树肯定抓不了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干啥呢？肯定会有水友会问，
主播有人说，主播你的装备为什么一会儿星矢一会儿这个？真是的，游戏理解，兄弟们，给你看一下伤害吧。有些时候他觉得伤害可有点不高，先骗个E，翻墙骗E，交闪。好 ，WQR 提亚马特，伤害够吗，兄弟们？伤害是够的吧？不，一点不低。我们直接推线，不用管。所以说，大家不要觉得伤害低，伤害不低。继续看一下伤害占比。猛男冲击58滴血，一般这个时候我的电刑最多是200滴血，最多了。但是我现在的彗星的话，大概是300滴血，300比58。螳螂在草里，他死了。可血战斧，这一波是啥意思啊？然后把敌人装备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波的话就装备装到头了，这一波到头了，到头了。三速先来一个，这一波我的，这一波我的。无处可藏。哎，我多 A 他一下，他死了呀！我他妈回城了，我直接回城，我靠！这他妈是人干的事情。这个时候肯定会有谁会说电刑他就死了，你片面了，因为我 A 他他也死了，懂吗？咱不能光看这个，那就错了。这么看你就片面了，偷个鸡了，鸡投一个。好，螳螂有想法，确定吗？你死了。好，有用吗，兄弟？直接翻墙，直接穿墙，直接翻墙。我有闪，没事，闪现已经按住了，位移一下，翻墙，对不上我的，没有用。走。怎么说？他可能要吃跳弹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们直接推线了，不用管。清线能力非常强，下路帮一下来。吃个屎，给我留两个，给我留两口，好吧？行，好兄弟，好兄弟就是阴一波对面的螳螂，螳螂要来，螳螂要过来，原来有眼，这一波就没有这么运气了，小老弟，看到没有？照样可以杀，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大。但是我的技能，我的伤害，你要记住我的伤害是够的，那、记住这一点，伤害是够的。回家买一个幽梦，这一把就不需要做巨蛇之牙了，这一把就要做一个幽梦了，增加移速，而且移速恰恰好，我们可以去游走帮队友，懂吗？而且你要记住一点，这个移动速度是主动的移动速度，懂不懂？你可以自己控制的。你既可以躲技能，也可以干嘛呢？注意人，只要你用的好，就看你怎么利用。抓我可以，这个刀妹有点嚣张，过去。既然他说抓你，那行，满足你这种无理的要求。那你这波线你就别吃了啊，这波线。我只能说你已经死了，螳螂来了。看到了，别怕。你这个人，我就发现你，你要抓我，本来不想抓你啊。你说抓你那行吗？对吧？支援一下，没闪了，死了，翻墙 ，WQA， 提亚马斯。直接推线。你错了，这位手友太片面了。这个时候肯定会有谁说分段的原因，带啥都一样。你错了，有区别的，因为我在打，我个人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区别。等一下打峡谷之巅，你看一下，好吧，给你教学一下。
我觉得接下来我打峡谷这边，如果队友不犯病，我觉得基本上我应该不会输。讲道理，把兵线推了。再接来不及我走，瞬间爆发，直接推线。看一下输出，输出看一下，500多，可以看一下输出，直接推线，可以了，直接吃塔皮，偷个鸡吧。信不信主播的游戏理解，兄弟们？直接回中路把兵线推了，不用管。而且这把有点逆风，这一把，先把兵线推了。球女来了，螳螂可能也来了，先 W 一下，挂个一层被动，他死了。QRE 提亚马特，没死，伤害差一丢丢，他死了。翻墙，挂下大盾。别追了，他有意了。好，溜了。螳螂过来，我就直接换了。好，幽梦，钱没消费，no， 你要知道钱没消费，懂吗？这波钱消费了，他是铁定死的。下线买个什么呢？来一个巨那个。钱没出啊，没消费啊，兄弟们，没消费啊。嗯，哎，别清线啊！哎，你他妈的，我刀呢？你这么清线，你不当人呢你？直接推线。线清了。吃一个塔皮，塔皮吃一下。等了过来10秒钟大，嗯，我已经11级了，接下来我的超斩用处它就大了。怎么说？好，他没E了，他死了。3，直接秒杀了。这一波幽梦就到位了吧，增加主动效果，45秒 CD 出了一个这个灵性猎手，应该的话减了应该有，我看一下减了多少秒，直接推线。嗯，你要了解一下，你了解一下，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懂，焦灼的话，哪怕对面是飞客，你都是照样可以消耗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带电型，你遇到一个线上很强势的一个 AP， 你电型你确定你能打得出来吗，兄弟们？确实电型如果能打出来，效果肯定是最好的。但是你能确定他能打得出来吗？对吧？你前期换血你敢换吗？你不应的，一般前期消耗是不是都拿 W 去消耗的？你不会拿你的 Q 技能消耗吧？除非他是一些弱势的英雄，如果对面是一些强势的英雄，你敢拿 Q 换血吗？对面直接反打你，你 Q 过去 A 接 W 打彗星打电刑，但是对面直接反打你，你越兵线你直接亏了。所以说大家看问题看得太表面了，好吗？我想的是每一种情况的情况，而你想的是哎，这一套爆发怎么不太够啊，对吧？你要想的是这个，兄弟们能听懂吗？兄弟们，嗯，直接把兵线推了，游戏理解低了，兄弟们，回家一下。收集者来了，嗯，接下来咳血战斧，不得逼逼，来个洪水晶，嗯。能听懂吗，兄弟们？可能大家还听不懂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
可以理解的，可以理解的。就跟好比说，主播你一个刺客为什么要出可血战斧？这他妈是给战士出的，你为什么要出？对吧？一样的，片面了。嗯，就跟有些盖伦他喜欢出三项，有些盖伦喜欢出挺进破坏者，有些盖伦喜欢出都一样的。你不能说哪个对的，哪个错，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。你站在你的角度，你也没错，我觉得你也是对的，对吧？可以理解。但是你细细的品一品，能听懂吗？嗯，我们去杀一波对面，这波你他妈的交闪拉距离，灵光披风，这时候产生了一些效果，我们直接走，下路有机会，幽梦主动效果支援一下，他死了，翻墙。W， 你妈的，他的 Q 能跑这么远啊？啊，这你妈也太假了吧！哎，好二，好一，好射墙，掏屁眼，可以。小菜，和血战斧来一个。这个的话是在你对英雄造成伤害时，六秒内可以回复生命值。回复37点生命值，这个相对来说感觉没有特别大的用，出个减 CD， 然后呢把这卖了，再来一个长剑，走。嗯，别急，效果目前还看一下伤害配比。越往后的话肯定是电刑厉害，这个毋庸置疑，懂吗？但是前期大家别杠，肯定是彗星厉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后期肯定是电刑不用想，因为后期你去抓人，你肯定会打出电刑，100%中，对吧？而且伤害很高，爆发很高。但是前期如果你，对吧？你细细的品一品，幽梦一开他死了，不好意思，一样马头，啊，人没了。这是毋庸置疑的，所以说看你具体看你的玩法啊，一样的。我其实我都可以，我带啥符文天赋都是一样的，因为都可以打爆对面，懂吗？但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，你在前期对线的话，如果想单吃对面，一定要你的技能命中率一定要高。当你的技能命中率不是特别高，或者对面走位比较好的时候，我觉得彗星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其实我现在伤害不低的，700多，800，接近800的伤害，伤害并不低。溜了，14级，等级还可以，19分钟187刀，补刀还行，一般般，啊，补刀有点少，直接退血，回家可直接可血战斧，好溜了，回家之前偷个鸡吧，可血战斧可以做了，神装了呀。嗯，好像没有神装，我加一下。黑切，下一件买个黑色切割者，减一下 CD。现在目前有40的 CP， 现在，够了，20分钟能有40的 CP， 其实已经够了。看一下这个刀妹，我能不能单挑打得过他？应该可以。好，他死了。Q 接平 ，WA，A 接可以战斧，开大炫斧。身上放了一手点蓝。炫斧。但是这一套打法一定要学，兄弟们。这一套打法一定要给他学会，兄弟们。可血战斧加上可血战斧可以不合啊，合是肯定要合，到大后期把它换成新式，好吧？大后期给它换成新式，
嗯，好，螳螂死了，我给你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螳螂在草里，想给我来个仙人跳。咳血，哎呀，咳没咳出来，这波没办法，兄弟们。这一波被仙人跳了，但是问题不是特别大，我们瞬间有2200块，你会发现我们的打钱能力非常的快。当这一把对面这个阵容建议出一手什么呢？其实都一样，出啥都一样。出个他有中亚，其实出剑刃没啥用，出个啥黑切，60的技能极速，60，超人的话加了10，加上这个11级以后。我的小技能缩短20%，加上我的减 CD， 就是你想象一下是有多高，很恐怖。来个扫描，只有傻瓜才会。别老是拿分段说事情，没有任意。我觉得我就好比说你觉得你是黄金，你觉得你的游戏理解很好一样的，哦，游戏理解跟段位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，好吗？有些人别杠啊，有些人他的科学上，有些人他不要杠啊，嗯，别老是拿这个分段来说话，懂不懂？就好比说以前的贪欲九头蛇，对吧？就以前的惩戒流男刀，这些都是想出来的呀，对吧？以前的偷鸡流男刀，对吧？以前大家都觉得，哎，男刀，哎，一个刺客你偷什么刷什么 F 六，对吧？以前刺客从来不刷 F 六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把补刀放在眼里。其实补刀是很关键的，懂吗？这个游戏最大的经济来源其实就是补刀，懂吗？人头就像是甜品，有最好，没有也无所谓。但是他那个补刀就像大米饭，你不吃刀呢，那你就废了，懂吗？能听懂什么意思吗？哦，神装了呀，黑切可以买了。最后一件再来一个，最后一件买一个啥呢？哟，好，敢过来？敢过来吗？应该可不敢过来。很好，他死了。何血战斗，交闪拉开距离。维恩，那你这么查我，你自己不死啊？啊，那你也死。能听懂吗，兄弟们？能听懂，那就说明你的分段应该不低。有些人没有听懂，他的分段应该最多白银。黑切买一个，最后一件买一个。70的 CD 了，满 CD 了，啊，70，大招31秒一个。如果你想追求极致的技能 CD， 你可以出一个，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出。哎，对，这个加20的技能极速，这个也加20，那是肯定买青羽，因为青羽打肉，可以，不用想。那最后一件确定了，就买青羽。20的技能极速。加上就是90的技能极速，我这一套装备，幽梦一开，看到伤害没有？等级跟他55开，但是他没出肉，一样的，伤害很高，伤害很高，伤害，不要着急，嗯，怎么说？我们先把青玉做了，看一下伤害。你看，咱们戳了这个贪欲九头蛇流，你会发现我的神装很快，真的很快啊。对，还差500块神装了呀，26分钟左右神装，16个头，头一般般，不是特别多，塔推一下，可以的，思路很清晰了，嗯。直接推线，
神装了，已经神装回家了。接下来出来就无敌了，给你看一下我的现在技能 CD 有多少。他死了，他没，他死了。有用吗？死亡之舞也没有用，没有用的。装备好就是王道，懂吗？只要你钱多，你就是王道。回家一下，嗯。到后期彗星肯定没有电刑伤害高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好吗？这你不用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前期如果没有打出优势呢，你打一些 AP， 你前期没有打出优势呢，你电刑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些小爆发的时候，对吧？到达斩杀线了才会用到，利用率不高。这么跟你说吧，电刑是后期中后期利用率高，中期后期电刑那个彗星是前期利用率高，那看你。我操，105，我这一套装备能达到105的技能极速？哎，怎么又低了？啥情况？啥意思啊？不是105吗？难道是蓝 buff 吗？拿个蓝来了，来95就是549一样，49和5155嗨，45都是50，51，一个大招26秒，我靠，一波团能打两个大。幽梦开起来，他死了，浪了，这一波有点浪，没事，可血战斧，死不掉，这一波死掉，可以点燃了，没回上血，嗯，可以了，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。充分了，峡谷之巅，我觉得可以，下一把可以打峡谷了。我觉得，我就没必要再玩这个分段了。接下来就充分了，说的不说，嗯。老辅助很帅吗？那不帅，要秒吗？啊，那杀你，你越难受，我越快乐呀。你的难受是建立在我的快乐的基础上。嗯。可以的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鞋卖了，鞋换了是 CD 鞋，怎么说？没有搞头，没有搞头，换个水银鞋，或者换个板甲，板甲的话也加技能极速的，因为得神话被动，对吧？或者你现在把它卖了，出个新石，也可以，看你个人的兴趣爱好，啊，现在神装了对吧？你们有两个改变，第一。把这个换成星矢，第二把鞋换成板甲，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没有神装，我们现在还差钱，好吗？你不要觉得我现在神装了，我没神装。他死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，很好。可血战斧不存在的，换不换看你个人吧，我觉得。15秒钟大招，15秒，这个人的话应该可以杀，但是我要打出被动，打不出被动杀不掉他。这大树挺烦的，他是老树盘根，没有直接盘了。好，上当，可以上，可以，怎么说？这个大树我挺烦，我接下来我就把这个鞋给他换了，板甲来个。好，100够了，干了。等一下，等。玩分段越高，一定要打得稳，懂吗？一定要稳。你看这个维恩什么装备？6-2-7，258刀，说明这个维恩的装备是很好的，好吗？所以说一定要小心，这个维恩的话是装备不错的。所以说这一把的核心的秒人点是对面的维恩，对吧？所以说接下来我装备就神装了，把这卖了星矢，然后呢把这个幽梦卖了，买个夜刃，再买一个愤怒合击，再买个远，好，
又回到了咱们最开始的出装。对，没错，这个装备秒杀后排更具有杀伤力，所以说出这一套装备很好，你的选择性很高，是吧？你可以根据对面的实际情况你来出装备，这个版本的出装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懂吗？是可以花里胡哨的。哎，这里有眼，我被看到了。哎，刀妹，先把刀妹宰了。好玩呀，这英雄有点狠啊，板甲加有点狠啊，这个皮团一下团了，我来秒威恩，先把这个威恩和这个上单都是很肥的。大家不要以为现在是顺风啊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顺风，这一把是逆风，好吗？你不要觉得我们是浪输的，我们这把不存在有顺风这一说，只是我个人顺风而已，实际上是逆风。先秒大树，只能秒大树了，没办法。可以，一样的，秒谁一样。怎么说？奶一口，奶我。大龙还，哎，漂亮，漂亮。没红，那推啊，那不推塔再抢皮吃啊。4-8，1-8，7-10，都是逆风，就我一个人是顺风，好吧，赶紧把兵线推了，大家可以把鞋换成板甲，可以完全合，这波看一下怎么推，我推不了塔，看队友，死亡之舞加不朽盾弓，感觉要出一手。不朽盾弓感觉得做一下，漂亮，能跑吧？跑呀！哎，这个叶泽瑞尔你不跑是干嘛呀？你们他妈的不想赢了，我发现感觉就我一个人打伤害，你得出一个巨蛇之牙，说实话，一套技能现在杀不掉他。出一手，这人干嘛呀？神经病啊！没办法，可惜。但是这一把虽然说游戏输了，但是我觉得，刀锋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刀锋应该是赢了，讲道理。这把逆风输了，其实跟我的就是没特别大关系，懂吗？